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就是欧美日本这西方国家真的觉得共产党要对他们开战，马上开战。所以说现在是所有的现在这个所谓的武器啊什么都火了，疯了一样啊，疯了一样，这世界一下子就变了，就是共产党要征服世界，可以跟世界随时开战。这个气球证明了新中国联邦的伟大，中共内部现在觉得叫做共同富裕啊，习死黄啊，要把民营企业全掐死啊，然后再一个到处死人，一切数据都是假的，经济也是假的，香港四大不要脸，想跑跑不了了啊，反正就是你就觉得那个像地震来了一片踩踏声啊，哇塞，呜呼哀嚎，呜呼哀嚎，简直是啊，太疯狂了。虽然我很高兴，但是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么多人恐惧啊。